哎，刚才跟你朋友们一块吃饭，你怎么不让我买单啊？你知道刚刚那顿饭花了多少钱吗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你抢着买单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有他们联系方式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买单呢，我一会儿会找他们 A 的。不是还要 AA 啊？那不然呢？不是，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就是请你们朋友们一块吃饭呢。没有。又没有事先说好，再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们？这钱我们留着自己用，不好吗？嗨，我不想，你看，作为男朋友，在你朋友面前绅士一下，给你撑个面子嘛。姐，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，面子能值几个钱？再说了，今天这些人说是朋友，其实就是同事罢了。以后会不会有往来还两说呢？再说了，就算你真的请客了，这么多人，人家都不会记得你的，又不是单独请一个人，花那冤枉钱干嘛？你说是这么说，那你今天你们一群女生，你看就我一个男的，那他们也可能会说我小气啊。你到时候你再回公司，是不是会说你闲话啊？那可不会，因为我跟他们说你没有钱，你的钱都放在我这儿了。他们都说你很好呢，都很羡慕我呢。哇，还得是我老婆，你怎么聪明啊？